等他就一直在哭啊，吼，那你都没睡到，吼，那你都没睡到觉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妈妈不在啊，他又生病，他就一直哭，你有没有安慰他？对不对？你有安慰他吗？那你有跟他讲话吗？是哦。你有安慰他啊，还是你一直哭？那你有哭吗？你有哭吗？有啊，你也有，因为你不喜欢人家哭哦，你不喜欢人家哭，对不对？人家哭你就跟着哭，你觉得很吵是吗？是哦。